界我情愿留翻喺上世纪，去满分今日失去咗嘅人情味。以前嘅市民唔使为生活头痕，但依家好多人挨两份工都未能脱贫，大石越变越大，压到一地死蟹。越用力去反抗，压力变得越大。传统街坊生意一代传一代，但去到今时今日已风光不再。巨人太无情，岁月太无情，最怕天星码头迟早都变埋模型。你蹲到街道街铺再冇特色，香港老字号被掩盖，开始慢慢绝迹。食物不再地道，度度都一样味道，机械式嘅生活没入般嘅地步。太多无理规矩令节日变得没趣，八十后有所比对，回忆将会是罪。如果可再活过，不想生于这地方。有得拣我都拣离开计时炸弹，憧憬早已划破，今天可得到什么？有得拣我都拣离开计时炸弹。龙狮舞动化身五星下的紫荆，是光复重现黎明，定从此踏上薄冰。狮子山下精神已经尽发泡影，回归弹下一堆堆的问题，冲击香港双飞抢那份枪挫那猖狂，矛盾激发终于出现赌王。香港这个社会状况实太疯狂，到我二十踏足社大开始知道，长大就要为一切开销苦恼。楼价物价令我们都成为大财团的俘虏，道上周围行下走走透透，先发现周围只有药房金铺就手，无法承受将一切不满不忿诉诸于口，愤青废青各种标签上司个个收口。身于八零后的他对香港变迁感慨良多，但身于九零后的我只想讲，如果可再活过，不想生于这地方。有得拣我都拣离开计时炸弹，憧憬早已划破，今天可得到什么？有得拣我都拣离开计时炸弹。如果有愿望俾你，如果有愿望俾你，如果有愿望俾你，如果有愿望俾你。有一个愿望我揀，我想要返以前嘅肥胖，停留返喺嗰段时间，起码佢有承担陪市民渡过难关。但回归现实，幸福注定有个期限，与其继续期盼，都不如脱离现实生活去幻。渺小嘅艺文冇最惨，只有更惨。我冇涉及政治，只想应知嘅人正事，永远都追唔上物价嘅最低工资。出身于八零九零，体会到最无助，占咗八成九成，出尽力但都冇好结果。用一百年时间建造出嚟嘅文化之都，心愿嘅道德观念，仲有几多人会知道？再过多一百年，香港人全部被同化，东方之珠嘅美誉即将会变成童话。香港地风浪再大，香港人都唔会死，港都未要响我哋嘅屋企继续做自己。